1、2、3，好，我们现在要 PK 了，是不是？你看起来怎么这么爽？你很喜欢做菜吗？很喜欢做菜，对。但是你隔壁那个很紧张哎。我很不喜欢做菜，你是不是很紧张？我真的这方面应该是我跟你最弱的。要开始了吗？不然你要等谁？好，那要开始了。那我要去处理这个培根跟白色肉酱。好，首先呢，先烤培根，因为它培根它里面有那个自己本身有的那个油，你把它煮一煮。那你们两个今天要做它比重点了。 会吗？应该OK吧。非常好的味道。对了，味道完全对。来来来来，给你吃一个。好吃哎。然后我现在要。 凭借着一把剪刀来杀鸡喽！你们看有没有开始流口水？其实台湾的培根跟我们美国的有一点不一样，因为我们美国人我们喜欢吃稍微脆脆的，但是台湾的培根很难脆，我就喜欢这样肉是脆脆的，它的那个肥肉这边是 juicy， 你看，我就是要那个汁啊！感觉好专业哦，它是不是饭都吃老虎？ 哦，我可以下来腌肉喽！哦，看不到。 现在呢，要让这个叶子活回来，要加冰块呢，它就泡在水里，它就会变得很有精神，把上面的水分要吸干净，因为它就变得脆脆的了，对不对？很有精神的叶子。我觉得我的第一道沙拉快好了，虽然是简单的料理，但是呢，这样才能可以让百香果的它的原味。 这样好好的可以享受，台湾的朋友们看到没？这就是百香果沙拉酱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这个也是好的。你看那个油开始开了。好，你帮我把那个啊，不是要给我吃哦，好，没有关系。 哎，对，这个是放在那个沙拉里面，忘记，它都快慢了，我都忘了这个培根的存在。就抖就抖，等我啊，等一下啊，现在有很多事要做。哦，这个今天。 这个是挂料理呢，冲绳料理，泡这个就赢了，今天有没有？平常有在做料理的，这个是冲绳人的家庭料理，常常会出现的猪肉的罐头，出来了，冲绳跟美国的一个，好，就这样。我想要把它重新弄起来剁一剁，哎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。 来接货，对呀，完蛋，应该请他做的，让东西多一点。做熟了吗？做熟了是熟了啦，但是就是很难做啊。你现在找不到它的关节。太难了。对啊，处理机就处理了。啊！哎，罗西老师，罗西老师，我要炒菜了。 那你就炒吧。为什么这里这么乱呢？刚刚小豆又来。
哦，好乱哦！这个要怎么开火？是这个吗？哎，不要找我黄阿姨。哦，阿姨。哦，用这个。不会了，对不对？干嘛？我想问，怎么了？你觉得这是一个比赛吗？你觉得现在这是一个比赛吗？你觉得这是一个公平的比赛吗？为什么我觉得我好像就是一个一直在做苦工的人？豆哥，拜托帮我们开火，请多多指教。拜托，拜托。慢慢来哦，我们等你哦。看在你的面子上，就你哦。嗯。看在你的面子上哦。好。走开。谢谢你，好。哇，这个超大哎！哎，这个锅头会不会太小？不会啦，可以可以，这个可以。那必须要用到它。对。哦，好厉害哦！烧酒鸡啊！真的很厉害耶！我觉得你今天会赢。经过我们今天一整个下午，一整个下午的激战，然后贵宾们一整个下午的等待，不好意思哈，但是我们还是摆出了一桌像样的菜。这个菜是甘姐，你今天跟我们讲怎么样？需要我们百香果，然后需要我们有鸡蛋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全部都是用你指定的食材做出来的。真的只花600块吗？600块，只花600块啊！真的，你有什么刻薄的眼神啊？请各位好好的享用，好吗？好哦。那你们可以决定先吃哪一道。那你要过来服务一下吗？可以啊。为你们准备了这道那个前菜是一个沙拉，那里面呢有用到那个鸡蛋，这个是棒手的故意做的这样子的蛋，那里面呢这个剥开之后蛋黄就会流出来，放在这里面。哦。艾莎的摆盘实在太厉害了。这道菜哦，它里面的bacon是我剪的。好，那就先吃这个前菜喽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bacon剪蛮好吃的。哎，可是两位大哥不能来，艾莎漂亮女人，好，不可以这样子哦。好紧张哦。但是我们真的不是专业的厨师。各位哥哥姐姐们，好吃吗？不假。吃到说不出话来了。因为他们嘴巴都是满着我的沙拉面，怎么这道菜会让你们沉思这么久啊？这是一道沉思的菜吗？我也想吃吃看。可以可以。哎，这真的可以啊，想象中的好吃太多了。是吗？嗯，还不错啊，真的。不能只看外表。好吃。我觉得那个百香果好新鲜。嗯，真的。我们现在来试试看。那个小弟我做的百香果鸡肉，用的是大平顶的百香果，嗯，用，我已经切好了，所以方便就一夹就可以夹起来，夹一块一块的就可以了。哇，超特别，对呀，超特别的。大颗一点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我自己试一下，我自己试试看。我也想试试看。就是它不错了，这个鸡胸肉这样吃起来不会太干。对。哦。我会把百香果的甜度把它逼出来，味道很重嘛，嗯。说实在话，我不是一个非常爱吃百香果的人，嗯，但我觉得配鸡肉的感觉蛮赞的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的手艺被看到，这样可以吗？那个姐姐，你老公在现场吗？在现场吗？在哈。那我们就握手就好了。握手就好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再回头是艾莎的冲绳料理了。好，这道菜是就是冲绳的家庭料理。今天我们这一对是美国跟日本的一个团队。冲绳的历史是以前就是美军基地，他们带着这一罐猪肉的罐头进来。那这个呢，就是从我阿公阿嬷那个年代的时候就有的食材，然后到现在变成一个冲绳的灵魂食材。这道菜重点是丝瓜还是肉还是豆腐？丝瓜，但是里面放太多了。好吧。嗯，
丝瓜很甜。有酱吗？对吗？有。哦，丝瓜蛮甜的，比这堆草好很多。湖里的丝瓜，湖里的豆腐，来自冲绳的手艺。嗯，冲绳料理不一样的。好，那接下来就要回到凤凰这边了。嗯，那就由我来帮大家服务一下了啊。我就正在下午就已经先煮的了。是埔里的鸡，我们刚说它是小土鸡。这呢也是你们国姓乡这边的鸡蛋汤，配上这鸡蛋啊，非常的好。然后我们就是把汤煮滚了以后，蛋白马上出来了。对，哇，不行，用用这些。来，那边的两碗已经是冲好的。哦。对，那已经是冲好的，那里的两碗已经是冲好的。可以把它拌一拌喝。谢谢，我相信你，真的吃试试看。可以。你相信吗？哎，他相信他哎。你相信了一个连我都不相信我自己的相信，因为你的脸长得告诉我要相信你。好喝吗？你是不相信了。刚刚那个蛋，说实在，第一，普里的蛋，对，它的蛋黄非常稠，饱满，非常的饱满，非常好，对，对不对？对，非常好喝吗？对，很特别哎。幸运之神终于降到我这边来了，我已经连输三天了。好像金瓶神的颜值，好像已经胜券在握了。没有，千万不要这么讲。请问一下，这个汤颜色为什么绿色？我什么调味料都没有加，为什么是这个颜色哦？我觉得汤里面两个可以多喝，应该蛮补的。蛮补的，没有，不一定补肚子，不一定补肚子。真的不错，对不对？而且我第一次喝到这样子的，对，还有，谢谢干姐姐，很好喝。加蛋进去。我们今天食材就是需要这些东西啊，很好喝哎，完全没有酒味。小豆，我觉得这个创意蛮不错的，对，是不是？好了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迅速的要来试他们的炸鸡腿了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贾斯汀，我是来自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，我算是美国的南部人。我发现台湾也很喜欢吃炸鸡嘛，五个鸡腿再配我们美国南方特色，我会用这个白色肉酱。好，大哥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这是来自福利的鸡腿，这个我不知道他们来自哪里的。哎，这样子不错，还有鸡腿，好厉害！这样没有分数啊？这样不错，没有分数。酱好吃啊，酱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酱好吃是也开心啊。因为他已经讲了一天这个酱，而且还不错的是，那个炸鸡腿还蛮 juicy 的，真的。这样炸的话，算是还蛮不错的。这酱自己做，这个酱还是他自己做的，还不错的。嗯，他其实做的蛮简单的，你知道你们从四点等到现在就是等这个酱，你就是等这个炸的。那我们就要接下来就是严肃的时刻了。到了我们每一次外宿的时候就要决胜负的时刻了。好，那我们就举右手的话就是在右边哈，就是我这边。那我做的菜就是烧酒鸡跟百香果鸡肉。嗯，那举左手的话就是艾莎跟 Justin 的冲绳料理。然后冰着的一定要公平哦，因为这个决定他们晚上的胜负。3 2 1，我本人要去上面三面全开的 view， 早上起来我就下来了。可以放下来，可以放下来。我可以直接在三面都是 view。我的厕所有多大？你知道，里面可以摆沙发，有浴缸，然后我回来还有两张床。Oh my god！ 耶呼！你们也不用付他笔录啦，就真的吗？合适吧？合适。他可以。
蛋奶我们今天开 party， 然后不邀请的。等一下，可以，你先冷静，冷静一下。哎，男女授受不亲呢，他没有女朋友，他现在也没有男朋友，他们两个要睡在合适那个大通铺哎。不然你让艾莎去睡那个豪华套房。合理。非常的合理，哎，不合理，哎，我有老婆有小孩了，我绝对不会对他怎么样，就用这种抱起来的感觉，抱抱的感觉，也就是一个非常友情呐。他应该听错了吧？啊，怎么了？我是说艾莎去住豪华套房，然后呢？不合适哎。我一直想说你只会说合理的，害我突然之间停下了。不是，你没有听清楚了吗？没有听清楚吗？到你一点点，完全。你老公在旁边哦。我不想要他了。哎，你菜刀放下来了，菜刀放下来。因为今天晚上呢，真的很辛苦，而且表现得很好。那我们真的一整天，你看我现在累到就这样。真的。好。怎么了？我朋友刚好拿冰来给我吃。哦，真的。喜欢吃冰了。哇，谢谢。鲁化自然冰。我随便挑吗？你妈是请问想吃什么口味？有什么口味？哪五种？芒果、嗯、红瓜，然后香蕉、木瓜，还有火龙果。哦，然后你有一个很特别，那叫什么？藏红花。藏红花是什么？我看有什么作用？补血。哦，很棒哎、哦，这个超棒哎。你边吃冰淇淋边补血，哎呦，厉害！豆浆底下去做成，我可以试试看。香蕉了吗？香蕉来了！我是一个很大的香蕉的粉丝。真的，香蕉来了，好吃吗，贾斯汀？这个有到位。豪华房间，欢迎来到我的房间。应该贾斯汀也不是在里面吧？贾斯汀他在里面。你怎么在我在这里？好了，我不回去。哎，你看你的风景那么好，哎，真的，超棒的。走了啦。错了。你。好了啦，够了。坐在沙发上，把台湾彻底玩一遍，这样的梦想，我可以陪你一起。赶快按下订阅频道，加上小铃铛。请问今晚住谁家？赶快来订阅哦。